我今年八十六。我今年八十岁了。我今年八十六。哦，八十八。开心。现场来看是最快乐、最开心的日子。你总会加油哦。还有会在成都召开成都出名的嘛？成都人都骄傲，希望他们拿得 好成绩出来。看到这些年轻人比赛的话，觉得自己都更年轻了，所以说又回到了有青春、有活力的年代去了，很享受。